论坛邀请传媒团体和大律师等人，有修读传播系的学生就忧虑修法之后未来不再需要记者这个角色。譬如好像新闻自由等等的东西，其实可能去到我们毕业的时候，可能过了一两年的时候就已经是什么都没有了。基本上到第时所见到的东西就是不需要再有記者。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代表余偉英希望業界能夠有足夠的採訪空間，讓市民知道本路所發生的事。千萬不要以為我們現在爭取的是我們不想被人管，這個不是我們要做的事。我們是要爭取的，就是要確保將來來緊的記者、將來的市民、記者，他可以有充分的空間做他們要做的採訪。亦有與會者認為政府應該修法並成立無官方色彩的委員會。新聞道德在很多國家都是存在，分媒體的自由和他律，他律是法律監管，自律是由媒體自由組織的新聞委員會接受公眾的投訴，作出評議。亦有與會者認為現在不是修法的適當時機，這樣會破壞傳媒生態。澳門電視台記者曾曉如報道。